的天冷了，要穿毛衣，要穿袜子吧，穿的薄毛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姐，我今天给我妹夫啊，对，给我妈他们这边送礼送油过来了。谢谢。是我妹和我妈住，然后这是他们的出租房。看一下哈，这是拿的两提奶。奶哦，这兜里还有个咸鸭蛋呢，兜里还有个皮蛋还是咸鸭蛋？哎呀，兜里面在我吃了它只有一个，小不涛，这六楼真够高的，这是出租房，这陪读，这陪孩子陪读租的房子。他们住这个屋吗？是吧？嗯，菲菲住哪的？菲菲昨天住哪的？哦，菲菲哦，你看。这个是这几个屋里面，这个屋是条件最好的，留给孩子住。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然后为啥？因为这个屋有空调，其他的屋都没有空调，其他的房间，这是很久以前的装修了。这是孩子的那个画架，学美术的，学画画的，给孩子买的梨子。出租房就这样对付了，其实他们自己家里装修的可好了，暂时没住，孩子考完大学就好了，因为孩子的学校离这近，可能只有5分钟的路程。我全分的梨子。哦，是他分的香梨是吧？啊，不是梨子，梨子。看一下这个屋，天哪，这个屋平时妈和老三住这个屋是吧？这个床怎么都塌了？这个垫子？窝进去了，啊！这床那头怎么窝进去了？他那个床他是特别床，他那个床跟那我们那个不行是吧？这个是吧？是不？他是那样的。不是，他脑袋睡哪？我感觉那头低呀。不是说那头低，脑袋睡低肯定受不了了。小胖有多动症，看一下阳台。其实这个房子还挺大的，阳台也挺大。这孩子的校服。感觉我们今天天气不好，一会儿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平时三个人住，我妹夫回来就是一起四个人，我妈跟我妹住习惯了，她就跟着我妹在住。为啥？因为我妹这几天有点不舒服，肚子有点疼，然后呢，我妹夫就陪她上医院去体检去了，然后做个 B 超啊，做个 CT 啊，做个检查，做个肠镜啊什么的。嗯，所以呢。我妈这几天照顾我妹的小孩上学做饭，这时候我妈都已经开始把饭做好了，快吃你的，我就直接把吃的给她拎过来把他们。但是炖的挺好吃，这是我买的，看看我刚才买的什么啊，6块多，6、7块有点，6块多，这是冬枣，香蕉，我还是挺喜欢吃香蕉的，拯救不开心，香蕉可以说香蕉抗抑郁，橘子现在正好是吃橘子的时候，咱们这边当地的橘子2块钱一斤，当地的橘子，其实，这个视频色差还是跟食物有差别的，食物还是很黄的，颜色很漂亮的。这个他就是安徽的什么梨子，我来尝一下。买了2个安徽的，家里挺大的。然后他买了什么菜？买了一只土鸡，就是它，放点红枣啊，放点枸杞什么的，还蛮有营养，又汤红。这个买了2条锦鲤，煎着吃。这是嫩新疆。鱼给它破好了，买了半只母鸡，他家的这个野煮鸡挺好吃的。我买的是清淡的，稍微有一点点辣味。Hello， 我是喵姐，我回来了，把东西给我妈送去了，然后去菜场买了点菜，买菜，然后我现在因为早上没吃饭，现在早上和中午一块吃。所以炒了一个南瓜，然后不是买了一只半只母鸡吗，然后把饭热了一下就这么吃吧。关键是我刚才买了半只母鸡，我不是在市场上吗，然后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讲，
两只鸡明显的大小不一样，为什么都是24块钱？我就问他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实际上是这个切鸡还是有学问的。然后大家看看，压根没有鸡头，我刚才把鸡脖子给我们家狗狗吃了，然后我吃的是鸡脚什么的，这我把大部分的肉留给我老公了，我就吃点鸡脚什么鸡翅膀什么的，没有鸡头，我吃了一个鸡冠子就没了。所以做生意的真是狡猾，不能相信他。哎，有些时候你尊重别人，别人不尊重你啊。是我炒了一个南瓜，南瓜这么炒我觉得还蛮好吃，放了一点剁椒，晚上再炖个鸡汤。今天中午就这样。